中武器的入围名单公布啦，每年都是瞩目之一的主持人奖，今年会有谁入围呢？首先，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，犀利想聊小 S 徐熙娣，综艺大热门吴宗宪陈汉典露露，哇，大热门！综艺大集合，胡瓜、阿翔、赖慧如、懒懒、郭中佑，型男大主厨，哇，曾国城、卓文萱、詹姆士、吴秉辰，婚礼歌手黄子佼。露露，接下来的另一个重头戏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则是由他们入围。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决战水下伸展台谢怡芬 Janet， 综艺玩很大的吴宗宪跟 Kid 林柏森，恭喜全明星运动会徐展元、蔡尚桦、钱维娟、江宏杰，全明星攻略曾国城、蔡尚桦。温三 三第三季，杨贵妹、施明帅、温真菱、林柏宏，太恭喜以上的入围者啦！